但我还没有开吃的时候他已经开吃了。这个大拇指往这边，往这个食指这边挪，吃点尼泊尔的感觉。 If we want, can we have more rice? Is it free? Yeah, I feel I'm back to Nepal. Thank you. 这个米饭的这个温度，这食物的这个温度，哇，很亲切。嗨，晚上好，我是阿松，这里是美国的纽约，然后我现在在的地方是美国纽约的皇后区，一个叫做杰克逊高地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比较偏南亚的社区，我之前在另外一期视频当中曾经呈现过一些这里的一些情况。本期呢我来到了晚上的杰克逊高地，通过有一个尼泊尔的朋友呢给我推荐了一个可以吃尼泊尔塔利的地方。本期的视频当中呢我会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吃尼泊尔塔利的地方，看能不能吃到之前在尼泊尔曾经吃到过的味道。同样也会出现在视频当中的是一位老朋友了，他是在美国生活的一位朋友。可以看到这个有多种样塔利，鸡肉的、鱼肉的，还有这个青菜的。What is this goodie? Dry meat. Oh, okay. Goodie Thali? Yes. 见到这家餐厅之后呢，给我们菜单，然后给了两个杯子，然后能倒这个这样的杯子里的这种水。然后餐厅里现在有很多人，虽然现在已经是快晚上十点钟了，但这边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刚才这个刚大家看了一下这个餐厅里面，这个其实有一些你能在尼泊尔吃到的东西。你先到过这个尼泊尔没有？到过，到过几次？三次。三次。我应该是四次还是五次？其实对尼泊尔一点都不陌生。你经常在尼泊尔都吃什么东西？咖喱，吃的最多的就是咖喱。吃的最多就是咖喱。而且吃那个素咖喱。还有馍馍，还有。对，还有馍馍，就是比较街头那种。OK， 这个杯子，这种东西啊，真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尼泊尔的。Thank you. Are you from Nepal or? Yeah, Nepal. Which part of Nepal? Kathamandu. 看着还是很丰盛的。你那个是蔬菜的。在尼泊尔吃的话，基本上当地人家里他都会有这种盘子。在我还没有开吃的时候，他已经开吃了。是你在尼泊尔吃的味道吗？我刚点的这个是鸡肉，那个牛肉干，风干牛肉，尝一块这个风干牛肉吧。这片是牛肉干。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其实这边还有蔬菜，还有一点辣酱、咸菜，还有这个另外一个蔬菜。我现在尼泊尔吃这种塔利，基本全是拿手抓。我现在拿手抓就来尝一口吧。实际上在当地都是拿手抓。拿手抓的话，我跟当地人学了一个，通常你把这个手放到这儿之后，抓一把之后呢，这个大拇指往这边，往这个食指这边挪，吃点尼泊尔的感觉，蘸点蔬菜，然后再蘸点这个酱，再来一块牛肉干。我现在感觉已经引起了服务员的注意，他可能还会怀疑我的姿势不够标准。咱们只是把这些食物往这个食指这边挪，然后完了之后再送到嘴里去。来这个咸菜，再来一块蔬菜，再来倒点这个。感觉很想继续下去，现在感觉停不下来了。尼泊尔吃这个的话，它是无限次的，除了这个肉啊之类的，米饭呀，还有这个蔬菜啊，都是可以免费加的。
把这些都混在一起，把这些拌起来之后呢，你看感觉自己非常富有，感觉自己拥有了一切。你觉得还是挺香的，反正吃的还不够过瘾，还想再吃好多好多。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加？问一下。Hey, Thali, if we want,、can we have more rice? Is it free? Yeah, rice and lettuce. Yeah,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es.Yes. Okay. Oh, thank you. I feel I'm back to Nepal. Thank you.加这些是免费的，可能就多给两块小费，但是我觉得心情还是非常愉悦的。这个米饭的这个温度，食物的这个温度哇，很亲切，就好像你在冬天的中国的北方刚出炉的这个馒头，你当时觉得特别冷特别饿，然后抓在手上一样，那种食物的感觉很温暖，哇，感觉像回到了家一样。我觉得基本上达到了尼泊尔的就平均水平，至少我们加起来去过了8次尼泊尔这样的情况，觉得是 OK 的。我是阿聪，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者转发，将是对他最大的认可。如果你对我过往80国的经历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目前我依然在环绕地球第2周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